深夜不能做的事。深夜千万不要去便利店买东西，因为啊太晚了，人家关门了。深夜千万不要吃上供的酥饼，因为会掉渣，掉到哪儿都是。午夜在楼道里看见一闪而过的影子，千万不要追过去，因为你会吓到外面小哥。哎呦我的妈！深夜千万不要在路边占卜，因为是你要算一卦。都是骗子，根本算不准。停！你这是哪句？深夜不能做的事。深夜，听见敲门声不停的响起，千万不要去开门，因为我们可以找物业。这大晚上有点老敲门啊，你过来看一下。深夜，红巷有响动，千万不要惊慌，搬家猫揪出来就好了。深夜，千万不要赶末班车回家，因为。可能会赶不上。深夜收到的钱一定要仔细检查看好，因为天黑了有可能收到假币。深夜不能做的事。路上碰见老人千万不要随便搭讪帮忙，因为你会帮到吗？哎呀老师不帮我嘛。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踩井盖，因为有可能会踩空。深夜千万不要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打车，因为你可能打不到车。深夜千万不要靠近茂密的草丛，因为有蚊子。深夜不能做的事。午夜千万不要洗头，因为停水的话没有师傅来修。半夜千万不要开口不敬，因为会被妈妈打。晚上不睡觉干嘛？记住这支蜡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点，一定要记得千万要相信朋友的劝解，因为警报器会响。深夜当你背后出现诡异的印记，千万不要惊慌，因为可能是衣服掉颜色。深夜不能做的事。深夜不要穿着红色的衣服在街上走动，因为太明显了，容易被看到。加班吗？千万不要在深夜摆弄红色绣花鞋，因为会被妈妈唠叨。你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？花钱买这玩意儿干嘛？你就不穿。深夜听见小孩的哭声，千万不要紧张，因为他们马上开学了，却没有做完暑假作业。深夜千万不要在直播间里直播，因为太晚了，没有人看。深夜不能做的事。深夜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好奇心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要相信科学。你要相信科学。半夜听见奇怪的声音不要立即开灯，因为会晃眼。深夜千万不要在家看恐怖片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把零食吃完。深夜千万不要去公共卫生间，因为公共卫生间10点就关灯了，啥也看不见。